这就是你训狗的方法，你懂得个屁！这狗就是贱骨头，不打它不服气。撞！这条狗，就算你毁了它的身体，它的灵魂也不会向你屈服的。那好吧，我今天就打它服了为止。 打死！过来，过来！我打你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！你把它给我放在太阳地儿，让它晒太阳。 真会藏你！快点，赶紧的，找个没人地方把那个换上，快点！绳子呢？你怎么突然间工作服啊？什么叫偷啊？说那么难听，那是井里长鸡我的。一会儿遇到点什么事儿，穿上它方便。你跑到人家房间去干什么？今天你别在那瞎想行不行？衣服一股香皂味儿，你肯定是偷看人家洗澡了。你可拉倒吧！就那丫头那样，就算她整成铜链，我都不带搭理她的。我是什么人？我是军人。扯吧你，赶紧。 老乔，哎，凤凰，你没事吧？那俩人跑了，没事儿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我刚看你屋里有动静，我怕他俩钻你屋里去。怎么可能？他俩。
俩要是跟我打照面，我不扒了他们的皮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他们往哪边跑了？那边，就那边。那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给我追！好，哎，快快追！那丫头要知道我们跑了，肯定气疯了。什么叫跑啊？这叫恢复人身自由。哎，等等，跑！你听，什么声音？最近了，是小伙，大大方方一家子，兄弟，快把他收了！赶紧的，别废话了，蹲下啊！快！哎哎，等等会儿，等等等，哎哎，你这这这，我起来，走走走，快快！哎哎哎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，不能！哎哎哎，快！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快快抓我脚，快！哎哎哎哎！他咬我脚！张亮，上！脚没事吧？没事。来，咬啊！你小心点！他咬我！老胡，他们这是要吃人呐！没事，上不来。他们上不来，那我们也下不去啊！这怎么办？Hello, everybody. 别开玩笑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回去吧。啊，咱们这不是守株待兔吗？你才猪呢！崽子，能熬过今天晚上就算你命大。老大，这么说咱们明天就有狗肉汤喝了哈，跟着老大有肉吃。报告连长，行，这座山已经搜了两遍，没有任何发现。辛苦了，让大家去吃口饭吧。是。总算是来了，战友们，支持队的来了。测装备，是。连长，这就是团里请来的高手，他怎么还戴着墨镜呢？听说他眼睛出过事儿。连长，你看看人家的装备，哎，你看那拳，头上都有摄像头，还无线发射呢。检测装备，检测装备。你好，我是边防团侦察连连长吴鹏飞。你们的人可以撤了，从现在开始，这儿由我们接管。请问怎么称呼？高原。资料呢？
什么资料？当然是搜寻目标的资料了。这两个人是三连的，一个叫宋大雷，一个叫郭有栋。三连是军犬三连吗？对。怎么，听说过？哼，何止是听说过，有熟人？没有。他们穿过的衣服你需要吗？要。叶川到，把他们的衣物拿过来。这这只犬，它叫步枪，是郭有栋养的。高队长，装备检测完毕，一切正常。干活吧。是。是，我是龙飞。团长不在，那政委在不在？哦，那麻烦您等他们开完会以后转达一下，三连请求继续搜山。是，是，再见。连长，连长，团里把军犬队的人找来了，现在正满山的找郭游子、大雷跟着步枪呢。带队的是谁啊？三连出去的高原，你认识的。连长，团里怎么说？原地待命，等候处理。哎呀，这要是让他们把人找着了，那咱的脸可就丢大了。郭游子，你到底给我藏哪儿去了？挺好。班长，你说这郭班长跟大雷他们不会有事儿吧？放心吧，肯定没事儿。可是步枪回不来了，这郭班长要是知道了，他得多难受啊！爸，生老病死原本就是宿命，改变不了的事情我们就要学着去接受。郭班长是聪明人，他一定能挺过去的。那班长，那啥是宿命啊？宿命呢，就是注定的命运。注定的？那我们的宿命是啥呀？跟他们在一起，在绝望中等待希望。步枪没了，现在三连的希望只剩涛涛和小米了。涛涛是男子汉，担子更重。班长，你放心吧，涛涛啊，他一定会成为最棒的军犬。嗯，必须的。涛涛，起来。这怎么还开上门了呢？吃饱撑的。咱三连可不缺看门狗啊！赶紧给我回去。哎，走啊，走啊！不，你啥意思啊？啊？半句是不是？在等他呀？啊！别等了，他回不来了，跑丢了。你就坐这十天半个月，也没有用。半句也是啊。
咋的这是？还听不懂人话了？今天就好好跟你聊聊天，给你看看东西啊。看到没有？这是你哥，子弹，我永远忘不了的。你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呢，已经很勇猛了。今天呢，你听懂我要说的，听不懂我也要说。你永远记住，你是子弹的弟弟，你是八一的孩子，你应该比任何军犬都勇敢。断桥，很简单的科目。你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已经可以过去了。我相信你一定也可以。气啊！来，老头，射射，好样的！老头，你一定没问题的，啊！来，跳！老头，听话啊，听话，加油！来，跳！合着我刚才都白说了，是吧？你等着，你等着，我还有办法，我肯定能让你跳过去。谁给的？别渴死了，一会儿老大还得收拾他呢。去呀！你不去谁去啊？快去，快点！赶紧的。一会儿有好果子吃了。老熊，我看你真行，你把他一个人放这儿，你不怕跑丢啊？他太让我失望了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。能力不行，但应该听我话，我让他不走，他应该不会走。嗨，
你看，我跟你说啥了？丢了吧？不可能，我没让他走，肯定不会走远。你就吹吧。涛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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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出来！涛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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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涛涛。老熊，干啥？又不是隐蔽训练，你藏这儿干什么？小涛，涛涛，闹够了吧？跟我回去训练。怎么学会不听话了你？跟我回去训练，立。涛涛，你一点都不像你哥，你胆儿太小了你。老熊啊，这人有人的性格，犬也有犬的脾气啊，没看出来啊？这不明显生你气呢吗？生气？他生气？他还有资格生气？训练都没训练好，快给我训练去。那有可能是人的问题。谢连长，你要是不想好好说话，就别说；不想待，走人。哎呀，好容易捡个乐子，我得看到底呀、啊！哥今儿还就不走了，哥就要看看这个涛涛怎么折磨你。那你看吧，涛涛，立，走，走，涛涛，玩死他！涛涛，加油，别让某些人看了笑话啊！来，我跟你一起走，走，来，涛涛，上，上，慢点，来，上，上，上。我先过，你再过啊！来，走，跟我一起走，走，走，好样的，走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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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，那我先下，你再下，行不行？来，下下下下下下，好的。我说老熊啊，放了涛涛吧，下，你这是把他往死整呢。他哥都死你手里了，饶了他吧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但是我是为了三连，训练都训不好，如何实战？步枪可以，小米可以，涛涛为什么不行？我今天还就让你看一看，他一定可以。从小我就讨厌我爸，拿我跟别人比来比去，什么谁学习成绩好，谁的能力强，我要告诉你。他不是步枪，也不是小米，他就是涛涛。他只需要做好他自己，包括你也一样，不要让他跟任何人比。我明白了，涛涛就是涛涛，我不应该强加给他什么。他是条好犬，是我太着急了。但是老谢，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落在你们后面。你看着吧。涛涛，
最棒的，加油！涛涛，上！跳！跑呀，涛涛！涛涛上！好点，好点，好点，涛涛，下来，好点了。吴队长，这天热，来，你喝点水。你怎么还没走？团里面让我们侦察连协助你们。哼，你觉得你帮得上忙吗？哎，这么多山头，就凭你的这几条军犬，能行吗？犬的嗅觉是人的百万倍以上。6公升的水，加上一滴血液，或者50公升的水，加上一勺盐，它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嗅出。受过专业训练的军犬，它可以嗅出十几万种味道。借助风力，它可以嗅出500米外的味道。你明白吗？东瑶，东瑶，纵两报告，发现失踪者遗迹。东瑶明白，继续搜索。是。研究搜。东瑶，东瑶。东山报告，下一步搜索目标怒山林场。董瑶明白。这人还没找到就要撤了是吗？可以啊，这目标找到了，我干嘛不撤？通知你们团，搜救目标已经发现。什么？在什么地方？怒山林场。哎，哎，你能确定吗？撤，怒山林场。是。起立。连长，连长，你还记着林场那帮人吗？护林队。啊，他们天天巡山，专抓盗猎的，路比咱们熟多了，没准还真碰上郭游子他们了。护林队的队长金凤凰，前几年我见过两次，那姑娘会功夫，脾气也暴，是个人物。哎，找她好使吗？好不好使得找了才知道呀。那要不给团里说一声？还说什么呀？团里不让咱们找人，还不让咱们去林场吗？
走。老郭，老郭，我不行了，我要尿了。你有三个选择，一个是憋着，一个是在这儿解决，还有就是下去尿。不可能啊，这儿我不行了。去玩去，去。哎呀，你别逗了。老郭，老郭，好像有人来了。我又不想。真乖，任务完成的不错。这么巧，又见面了。巧，你给我闭嘴！乔振，把猎枪给我。在树上的都不是什么好鸟。不是大姐，人，是人。哼，人是人还是鸟啊？人呐，长两条腿都是走路的，只有鸟才在树上。快给我下来！下来以后把他们给我绑了。好嘞，好嘞。腿麻了，哎呀。说吧，你俩到底干嘛的？是这位大哥，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我们俩是登山爱好者，是来旅游的。扯淡！要是心里没鬼，跑什么呀？啊？不是谁跑了？你门没锁，我们俩是合法的公民，又没有犯法，他还不能出来溜达溜达，透口气什么的？那有人看你们进楼里偷东西，怎么回事啊？老乔，哎，别捡这些没用的问，说重点呢。你俩快说重点。哦。我们不是贼，我是去这位姑娘房间里去借的，我们聊得还很愉快呢，对不对？你给我闭嘴！再说我割了你的舌头！你凭什么打人呢？你知道打人是犯法的吗？我打的就是你们这些偷狗贼！你说谁是贼啊？我看你们才是贼！行了，凤凰，别跟他们啰嗦了，咱报警吧。老郭，你赶紧想个法子，就是真报了警，这不是给咱们登山队抹黑吗？你跟我都这德行了，再抹黑能抹到哪儿去啊？行，给我撒开，我全都告诉你。老乔，哎，先给他们松绑。松绑。高原在您手底下干过，我要不跟他商量商量。我不认识这个人。坐好了，带你走到近路。绑也给你们松了，有话说吧。渴死我了！都站好啊！我说出来，我谁让你坐这的？你给我站过去！吓你跟头！少给我废话，有屁快放！说话咋那么味儿呢？你说，素质。中国字认识吧？
边防团军犬三连，一期士官郭有栋。哎呦，我说这假证件做的还跟真的一样啊，玩笑开大了。谁开玩笑了？这是很严肃的问题，我们两个可是正儿八经的军人。军人？哎，我说你们这三连还在呢，龙飞还在当他的光杆司令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认识我们连长？哎呀，熟人呐，军民鱼水一家亲，你懂的。少套近乎，谁能证明你俩不是假扮的？那谁知道你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我们当然是好人。好人后背还纹着……哎！你再说话，我撕烂你的嘴！金队长，门口有两个当兵的找你。谁呀？啊，一个姓龙，一个姓傅，为我们验明正式、证明身份的人来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再说话，我掐死你！老乔，拿胶带把他们两个嘴给我封上。好嘞。金队长，外面又来了一堆当兵的，说要找这照片上的人。虱子多了不怕痒，正好啊，一锅烩。高副队长，天儿这么晚了，你们不在军犬队睡西蒙斯吹空调，跑这儿干什么呀？找人。林场有什么人好找的？找你们三连丢的人。这话说的不对啊，既然是三连丢的人，那就应该由三连来找。况且是龙连长和我先到的，我们三连代表团里谢谢你们了。想截胡啊？这哪是截胡啊，这应该算是自摸，龙连长，对吧？郭有栋、大雷，你们俩快出来！哎，能不能在我上级的面前给我一点点面子？我们的事情以后再说，好不好？你们当我们林场是公园啊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金队长，这两个人确实是我们三连的人。在一次战役中，为了救军犬，才在山里迷了路。麻烦你把他们俩交给我。金队长，我是奉命来搜救这两个士兵。这个是公文，希望你把他们俩交给我。先别急着要人嘛，咱们先把这些账啊，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了。我说解放军同志，别说是捡俩大活人了。就算是在地上随便捡俩小钢镚，想要要回去，也得先说声谢谢吧，啊，这是最起码的规矩，你们不会不懂吧？哎，还有，他们在这惹是生非的，给我们林场造成的巨大损失，算谁的？尤其是这个姓郭的，贼眉鼠眼，卑鄙下流，一肚子坏水。看什么看？闭眼睛。对于你夸奖我的这些话，我保留我的意见，我不去解释。我不仅仅是个兵。郭有栋，别说了，我还是个 gentleman。真的，金队长，你先消消气儿。我们把他带回去，一定好好教育。林场有什么损失，都算我们三连的。这倒像句人话。哎，你们咋说？三连是孬兵的乐园。我没兴趣跟他们抢功。带回。高副队长，那我们就向团里汇报了，人是我们三连找回来的。姑娘，你都看到了吗？人可以让你们带走，但是我得跟这个姓郭的单独聊聊。可我不想和你聊。你闭嘴，走。哎，哎，老傅，走。
我在车里等你们。明白。你能不能对我有最起码的一点点尊重？说，你到底看见没有？看见啥呀？我身上的纹身。你身上的纹身？啥纹身呢？蚊子趴在身上。你说到底看见没有？有我也会看，懂吗？我可以走了吗？你现在就给我滚！粗鲁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我也不想见到你。人之小鸡就当凤凰了，真当自己是土匪了？哎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下流！哎，累死我了！哎，老郭，啊，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小鸡？什么小鸡？想多了你。玲玲，老傅，步枪找着没有？啊，找着了。放心吧，好着呢，回去再说。太好了，辛苦你了。